现在我们开始把切割机吊起来，然后安装地脚。好，可以。OK， 那现在我们开始调一下切割机的中心高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首先卷尺放到地面，水平和我们切割机的台面要一样高。如果说不一样高的话，那就需要我们开始调。 切割机的地脚，这个位置四个地脚条其实要一样，保持一样，不然的话切割机的中心不平了。